各位观众大家好，又到了我哋真实中国的时候啦。嗱，我最近咧就喺我嘅微信上高就收到一个传染病医生咁啊写俾佢啲朋友嘅一啲留言。咁啱啱咧，我就喺我一位朋友度咧就睇到呢一篇讲话，我就觉得几有意思嘅，所以咧就特登揾李医生过嚟同大家倾一倾偈，咁啊分析一下。呢一段文字裡面的內容是怎樣？喂，首先打個招呼先，李生你好啊。嗨，你好，戴偉常。嗨，你好啊。嗱，容許我先讀一讀嗰一篇嘅留言啦嚇。咁佢咧就講話，永遠唔好懷疑動態清零，呢個絕對係國人最大嘅福音，即係我哋中國人啦。係嘅，2022年11月12日，我哋冇等來清零後嘅解封。等來的是放開，徹底的放開，無奈的放開，以後不會有人再給我們層層篩查的風險了。沒有人查驗健康碼、行程碼、核酸，亦都意味著由今日起，我們身上的三層防護衣正式被國家收回了。只有把送給你的福利收回去，你先至會知道乜嘢叫曾經擁有啲乜嘢，因為咩擁有嚇，你先至知道乜嘢叫做失去。嗱，有擁有先有失去啊！呢個講得好好，先至可以慢慢體會失去後嘅難過。我哋三年冇感染新冠，唔係因為幸運，亦都唔係因為免疫力強，係因為呢三年內每一個接近你嘅人。國家都幫你篩查過，都是健康的，低風險的，只要有風險的，國家都會將它和你隔開了，國家盡力了，由今天開始，真的要戴好你的口罩，自求多福啦。20條出台了，小區解封了，大家在興奮之餘，是不是意識到，其實跟住落嚟考驗每個人的防疫意識？自防措施、自身免疫等等自我防疫能力的时候到了，以后的日子疫情仍将继续、但是呢，当你随着随时随地都要面对未知的新冠病毒传染风险的时候，你准备好自救未呢？提高警惕，各自为战，最后胜利属于大家的。解封不代表沒有風險，啱啱好相反，風險更加大了，切記出門做好自我防護。解封的人群當中，無症狀的感染者增多了，危險性呢就更加高了，只是行動自由，而風險更高。戴好口罩，盡量不去公共場合，保護自己，這就是最重要的事。這一點呢，我看完之後，我就覺得即係其實睇翻20條，國家係預備逐漸就放開嘅。咁但係而家有啲縣市或者係我哋即係中山啦，講個例子啦，就係有啲鎮區咧，其實都有少少嗰個解封嘅情況，即係有嗰個開放嘅情況。譬如如果見到疫情，兩三日就搞掂咗，就開翻噶啦。即係其實咧，同以前一下子。去話要封區啊、7日啊，或者甚至更加長嘅日子咧，呢、這個情況係縮短咗非常之多嘅。咁而家呢一篇文章咧，我就俾咗一個感覺就係、國家係逐漸喺度開放緊啦。咁我係想請教一下李生啦，究竟而家整體嘅國家方略係點樣咧？個抗疫度，李生。戴Sir，其實就按照而家國家出台嗰啲政策咧，即係向著全面開放嗰方面嗰個方向發展噶啦。不過咧，按照中國政府一貫做嘢個方法咧，都係有序同埋逐步開放嘅。即係我咁諗啦，即係由第一代嘅嗰個病毒到而家變種第五代就 Omicron 啦。即一代比一代個毒性減低啦，同埋而家係傳染快，不過毒性低，致死率低，所以咧
國家衡量過，即係要平衡個經濟同埋嗰個各方面嘅情況咧，咁我相信國家已經決定咗逐步逐步開放噶啦。咁即係進一步即係點開放同埋全面開放咧，其實都基於即係而家就係嗰個二價疫苗啦。咁而家我睇新聞都講，即係科興啊同埋國藥嘅二價疫苗咧已經差唔多出啦。咁我諗。中國即係或者十二月啊、一月啊，咁全中國啊，而家打咗三針之後咧，就冇打第四針嘅，即係國家唔冇打第四針。如果第四針咧，一定係打二價疫苗。如果打咗二價疫苗之後咧，我諗全中國就會進入全面開放噶啦。不過應該開放係有序咁進行嘅，大律師。嗯，嗱，我自己覺得係有序嘅，成個開放絕對係咁樣，因為我哋睇到而家。整個形勢是完全不同的，那所謂的二價疫苗，二價疫苗是一個什麼的疫苗呢？為什麼這麼重要呢？即是我們都聽過很久了，是吧？那但是這個二價疫苗，即是譬如好像我們內地的那個情況是怎樣的？想請問一下李先生。其實二價疫苗呢，其實沒有東西的，即是現在你現在打的科興疫苗是一價疫苗，即係二價疫苗嘅增效疫苗啊，即係喺一價疫苗嘅基礎上，即係譬如講佢個對抗病毒個效果啊，同埋嗰個能力啊增強啦，同埋好似其他對可能譬如講有啲其他品種嘅二價疫苗咧，佢可能對付多種嘅病毒感染啦。但係我唔知而家今次科興嗰個係唔係可以，即係二價疫苗可以對付多種嘅新冠病毒感染啦。不過即係二價疫苗個效果就肯定好過一價疫苗，同埋個副作用就會少啲嘅。咁所以咧，佢如果係個覆蓋率啊各方面咧，即係如果打齊嗰個全中國14億人咧，如果絕大部分人打咗之後咧，我諗國家就冇咩後顧之憂咯，即係唔會有咁驚重症啊，同埋最緊要而家中國最緊要係保護一老一嫩同埋長期病患者咯。係，但係我就覺得個二價疫苗打咗之後，都唔代表係可以完全即係唔會感染噶嘛。咁佢係咪100%嘅即係有效咧？我都想請問一下。嗱，一般咧，嗱，按照醫學上即係醫學上嘅認知啫，其實咧今次就好特別嘅。嗱，如果正式嚟講咧，如果你人如果要打疫苗，即係通常預防病毒感染咧，要打疫苗咧，通常理論上你打咗疫苗咧，就唔再感染呢種病毒嘅，好似乙肝疫苗啊。好似啲 HPV 啊，即係個 HPV 個病毒啊。不過咧，今次好特別個新冠病毒咧，即係而家你今次打個疫苗咧，係唔係防止感染，係防重症嘅啫。咁所以嚴格上嚟講，即係我自己私人覺得啊，即係我自己個人覺得咧，根本上即係而家個疫苗其實唔係100%係成功嘅。即係如果真正成功嘅疫苗咧。是預防感染，不是預防重症，即是一般你打了疫苗你就不再感染的，不過今次很不幸你打了個疫苗你都會繼續感染，不過呢你打了就不會變成肺炎，就沒有重症，即是沒有重症，即是不會拿你命，簡單說句，所以就跟以往的疫苗就不同了，戴偉祥。嗯 ,OK, 那不變成重症已經差很遠了，現在唯一是擔心長新冠的問題而已。其實現在你要打疫苗才可以再開放，其實距離開放的那個日子是不是會即是都比較遲呢？我看到現在好像某些地區就已經開始打那個二價疫苗了，譬如好像上海這樣已經是開始在做了，如果你要全面再打的話呢，咁其實個時間應該需唔需要半年時間到咧？其實即係想請教下。我諗喺中國嚟講就唔需要半年時間，對中國嚟講係好好漫長噶啦。我諗主要佢生產力咯，即係二價疫苗個生產力咯。即係如果你生產到出嚟，我諗全個中國可能兩個月之內搞掂噶啦。哇！兩個月之內，哇！咁快手。不過前提是你的藥廠，譬如新冠即是個科興和國藥有沒有能力生產到十幾億的疫苗出來咯、oh, 即是 okay. 我想現在你有沒有那麼多個生產力，就是現在最關鍵的考慮了、即是如果你生產到出來，我想中國政府以中國政府的動員能力和人民
對打疫苗嗰種自愿性就應該絕對冇問題兩句。嗯，即係而家我哋見到，即係成個如果打疫苗係可以，即係令到個傳播性即係少咗或者保命嘅話，我相信好多人都會打嘅。咁但係問題嚟啦，嚇，你請講，係係。即係其實咧，嗱，我唔好意思啊，大律師，即係其實咧，我即係我要糾正少少你。即係其實而家今次一打咗個疫苗，唔係切斷個傳播性，係減重症，即係令到你感染咗，即係唔好重症發生。所以話點解今次個疫苗原則上嚟講，包括美國什麼奧必泰嗰啲疫苗咧，其實都係唔成功。因為點解？如果真正一個成功嘅疫苗係打咗之後唔再感染嗰種病毒，但係而家好不幸，你打咗之後都會繼續感染。所以佢係冇辦法切斷嗰個傳播鏈嘅，唯一切斷傳播鏈就係而家中國政府做個動態清零啦。係個動態清零係咪失敗咗咧嚇？我都想問一問。雖然我知道唔係失敗嘅，係請講。其實動態清零咧，你話失唔失敗咧？其實我認為就唔失敗嘅，因為點解咧？嗱，好似你而家中山咁啦。你某一個鎮一發生一例，咁佢全部嗱以前就好嚴嘅，一個鎮一發生例，全個中山都基本要封啦，同埋依個鎮成個鎮要封14日啊，所有人唔能夠出街。咁啊，但係今次咧，自從國家發表咗嗰20條之後咧，又要改變啦，即係叫做精準，就精準到即係譬如講，你而家你住喺依棟樓，你就依棟樓就封你依棟樓咯。咁咧就而家取消咗叫中風險啊嘛，即係以前高風險、中風險、低風險。咁咪就係而家就係有高風險同埋低風險，即係換言之，你喺依棟樓住，隔離棟樓都係低風險，就係你嗰棟樓係高風險，甚至可能以後將來做得再精準啲，可能你依棟樓係20層嘅，可能你住喺18樓，可能就係18樓係高風險，17同埋19都唔係都係低風險咯，即係可能以後會精準到咁嘅情況。不過前提，可能要住喺嗰兩層，即係依棟樓嘅人，嗰啲人咧就每日必須要做核酸檢查，排除你感染咯。咁同埋而家對個所謂密切接觸者咧，嗰個定義啊，各方面都好嚴謹啦。同埋就唔會話即係以前咁係密接都送咗你去隔離，以後就密接就係居家隔離咯。嗱，我自己嘅觀察就係、是。而家對於嗰、那個，即係我其實喺珠海航空展翻嚟嘅時候，我都睇到，即係學校要求嘅時候，其實都唔高嘅。即係如果我要帶阿仔翻學，咁其實就喺珠海做咗一次核酸檢測，跟住咧再做2次喺中山嘅核酸檢測，咁就可以翻學啦。其實今日都可以，即係我今日其實係第二日啊嘛。我而家錄製嘅時候就係11月15號，其實就可以翻學啦。不過我偷懶，我就唔送阿仔翻學，我同佢講聽日先翻學嘅啫。其實前後咧都係1日時間，咁就可以翻學噶啦。其實個影響面真係縮細咗非常之多嘅，同埋即係整體嚟講咧，即係個市面上高，即係我哋中山，即係喺個疫情嘅防控上高係做得非常之好嘅。即係有感染就即刻去處理，即刻去解決。咁對個市面上高嘅經濟咧。其實打擊面就唔係相當之大嘅，咁由於未通關，咁亦都有好多人有啲影響。咁啊，最近亦都聽到廣州嘅即係海珠區咁啊，發生少少嘅問題啦。咁嗰個問題啊，俾西方媒體就即係傳得非常之勁啊，好似係好大不了嘅事。咁其實我就自己感覺就係、是，即係其實海珠區嘅事，我諗個別事件係會有嘅。老老實實講，但係咪真係話嚴峻得咁緊要呢？就未必係嘅。咁我唔知道李生對於海珠區嘅了解情況係點樣呢？大致上嗱，通常咁嘅，可能好多人咧唔明白，即係喺廣州，即係廣州咧係好多嘅專業市場，即係啲批發市場啦。好似以前咧，我90年代啊嗰時，我都喺廣州開個鋪嘅，咁咧其實好特別嘅，即係廣州人，即係喺廣州個地方做生意啲店鋪啊，同埋好多經商人咧，其實唔係廣州人嚟嘅，即係唔係本地人啊，通常都係
即係廣州或者中山啊，周圍個縣市，甚至外省啊，啲人落嚟做生意。所以咧，我估啊，應該係好多外邊啲人入咗嚟廣州做生意，喺度開鋪啊，或者喺度打工嗰啲咧，就變咗而家你一下子話封控咧，可能佢哋想離開，你又唔俾佢離開，可能有啲咁嘅情緒咯。即係應該唔係本地廣州人有咩大問題嘅。咁所以。同埋咧，其實可能有時就係咁啦，一下子封控，即係嗰個供應上搞得唔好啦，即係個物資供應啊。同埋咧，有時啲店鋪你突然間話關就關，咁就牽涉到個生意啦。你知已經咁耐啦，即係有時可能生意唔係咁好，跟住又要交租，所以有時情緒上個問題咯。不過我諗應該唔係話。好大個問題，不過西方傳媒不嬲都係造謠嘅，即係少少就放大，即係揾幾張圖出嚟，咁啊冇你知道西方個濾鏡好犀利噶嘛，咁啊所以佢做假新聞就一流噶嘛，冇錯。咁同埋嘅時候，我睇到其實內地即係南方同北方係有個好基本嘅差別，因為南方我哋呢邊咧，即係大灣區邊，其實係一個服務型嘅政府。其實盡量都會為大家就提供好好嘅服務，有一點更加重要嘅就係照顧人民啦。咁當然唔係個個政策都令所有嘅人有得益，又或者所有人嘅滿意嘅。咁但係我哋覺得就互相體諒係最重要嘅。所以內地有問題咧，即係咪有啲社會問題咧？係有嘅，的確有嘅，但係唔嚴重咯。老老實實講，即係一啲小小規模嘅問題係會發生。但如果大規模的話就相對來說比較少，譬如我們說要做核酸，即是我們的社區西區這邊，即是中山西區要做核酸，那都很方便了，很便民了，那有關的街道辦其實都處理得非常好的，那相應的物資又其實沒什麼太大問題啊，你不是很長時間而已，你做核酸大概的話人多，譬如我昨晚去做核酸，我排了大概20分鐘到半個小時時間到，我就完成了，還是在人多的時候去排，如果平時我是落街做一做，一兩分鐘搞定了，是吧？就是這方面 是非常簡單的，但現在有聽聞呢，核酸是要收費的，是吧？我們未有啦，中生。他減，即是我看過他大概意思，即是以後所謂，即是譬如說你中生譬如說你西區有一例，跟住其他中山所有個地方都要做全民核酸咧，咁啊以後就唔搞啦。即係你就譬如西區咪就西區，好似你住個地方發生一例，咁咪就係你個地方咪高風險地區咪做核酸檢查，同埋你發生地即係你發生地個周圍左右啲地方咪提供免費核酸咯。咁其他啲地方唔再做啦嘛，即係低風險地區唔再大規模核酸普查。咁如果你係要做嘅，自己覺得唔安心嘅，咁你咪自己去醫院做，咪要俾錢咯。哦，即係嗰啲街邊嘅站會少咗咯喎。如果咁樣，其實真係有啲唔捨得嘅喎。應該係啦，即係慢慢會又慢慢會收啦嘛。即係慢慢即係個回收，即係唔再提供呢啲服務，咪慢慢咪冇咯。冇，但係問題你要做嘅咪醫院咪要回收。不過佢按翻個成本嚟收啫。如果大規模那些就收幾元咯，如果是普通那些一對一，甚至你一定要做那些呢，就十多元一次咯，即都是我收回成本，他不會拿來賺錢的。哦 ,OK, 我自己觀察到就是現在內地的整個控疫的情況其實就已經是即是很規範，還有越來越扎實，還有呢就不會令到即是市民過度恐慌。因為如果你去做很多核酸檢測，你是需要的人力物力是非常之驚人的，那更加不要講財力了，是吧？你要做大規模的核酸檢測，其實對於市政府又好，對於中央來講的負擔都是非常之大的，但是為了人民健康，我們真的要很感恩，就是很多共產黨員啦、公務員啦、或者醫護人員，其實真的出了很多力的。咁喺呢一個時候，我哋曾經擁有，即係而家即將失去，我就有少少依依不捨，有啲失落感嘅嚇。我老實講句，係啊。咁呢一點嘅時候，其實唔係，係你請講，李生。係啊，係啊。其實你好多時當唔再需要做設施啲點，而家係好多人開始反思，又倒翻轉頭驚啊！你知唔知啊？
倒翻轉頭驚嚇，驚乜嘢？因為你唔知道以後出街隔離嗰個會唔會好似而家香港咁。嗱，我同你講啦，而家香港啊，每日嗰幾千個嗰個數絕對係唔係真實嚟嘅。係呢、這個絕對同意唔係真實。因為點解咧？因為點解？嗱，我解釋俾你聽。因為點解咧？因為嗱，我自己好多親戚朋友喺香港啊，其實個個中咗，但係佢哋個個都冇報嘅。嚇、啊、，OK， 大部分都係噶啦，而家、啊、老老實實講句，點解會香港有依、每日嗰幾千人個數據？因為嗰幾千人咧，其實佢報就一個目的係攞病假紙啫嘛。如果唔需要病假紙嗰啲，咪唔報咯。咁點攞唔到個真實數據咯？即係唯一個最真實嘅數據就係而家中國大陸做嗰個大規模核酸普查，依個最真噶咯。即係如果你唔係咁做，你係攞唔到真實數據。即係等於以後大陸。即係而家中國內地咁，如果取消咗，即係唔做大規模核酸嗰個普查啦，咁以後佢都攞唔到個真實數據咯。咁所以咪要每個人都自求多福。即係點講咧？長期病患者啊，即係老嘅、亂嘅，咁啊自己小心啲咯。即係唯一係咁咯。咁同埋即係而家最麻煩、最危險係乜嘢咧？點解有啲人會咁大嘅情緒？即係好似廣州嗰啲咧，因為你中咗。你係個致死率同埋你嗰個重症率低嘛，即係人睇唔到嗰個危害性。嗱，譬如講，戴Sir，如果你啊嗰、那個親戚中咗，咁你睇住佢一中就會死喎，咁你係咪好震撼先？嗯。咁如果你中咗又唔會死，就可能連感冒嘅症狀都冇。嗱，而家其實廣州公布出嚟嘅全部嗰啲都係。大病毒者是大病毒啫，但係佢冇症狀嘅，咁你咪覺得冇嘢咯？好多人覺得冇嘢，所以覺得我都冇嘢，點解你一定要圍封我咧？咁啊，即係佢哋即係有少少情緒就係咁嘅原因咯。其實好危險咯。嗱，所以點解話啊？即係頭先一開始你一開場讀嗰篇嘢，嗰、那個傳染病醫生寫嗰樣嘢，咪正正佢擔心嘅嘢咯。冇錯，嗱。擔心嘅嘢咯，即係奉勸嗰啲，譬如講你有病嘅，即係有長期病患者，咁啊，同埋咧，你講下個長新冠嗰個問題咧，即係其實如果你一個係好正常嘅人，啊，冇咩其他冇咩慢性病嘅，咁我相信冇咩長新冠嘅，但係而家留低後遺症嘅，即係通常你而家本身係有病嘅人啦。嗯。咁啊，同埋係有啲長期病患者，或者有啲啊啲細路仔嘅，即係譬如講有先天性嘅疾病啊，同埋個體質弱啊，老人家又有本身有基礎疾病嗰啲，咪會有機會留低個長新冠咯。嗯，即係咁嘅原因咯。所以啊，中國政府我都話咯，用心非常之良苦啊，國民感唔感受得到咧？感受得到嘅，不過咧可能太耐啦，亦都冇乜耐性咯。嗯。我覺得就係有個問題，即係大家真係要好好地保護自己啦嚇。國家其實好盡力去做噶啦，亦都喺呢一個每一個項目上高，我都覺得係做到100%。同埋有關下面執行者嘅時候咧，就寧嚴勿寬啊，係咪咁樣嘅做法咧？即係之前我哋嘅感受真係好深嘅，即係好感恩嘅。中央咁樣做，係咪啊？李生好，交俾你先。所以你話，所以我話，即係其實咧，我自己覺得，即係應該好快就會開放啦。應該係嚟緊，我估極其量去過埋呢個冬季。因為點解咧？因為而家國家最擔心，即係流感加埋嗰個新冠病毒混合感染，就變咗你好難搞啫。即係極其量就過埋嗰個冬季，甚至可能都唔使要過冬季，甚至可能春節前啊都會去大規模開放都未定。即係嗱，好簡單啦，你而家感覺下今次個中國領導人出訪，包括李克強啊、習近平啊嗰啲出訪，都冇戴口罩啊，阿戴Sir。係啊，冇戴口罩，我見到。係咪啊？即係我見到彭麗媛。你睇得到啊？我見到。佢同阿拜登握手啦。係。冇戴口罩。係。你唔好唔記得啦，拜登係中過新冠嘅喎。係啊。彭麗媛啊，我哋習主席嘅太太其實都係一樣噶，冇啊，即係其實佢咪即係其實咧，如果你係有政治觸覺嘅，你咪讀到個信號，即係其實領導人都以身作則，即係話俾你聽，即係已經係一個信號話俾你聽，好快啦，開放啦，你哋放心啦，咁咯。係，
即係我見到習主席喺個落機嗰一刻，咁啊同彭麗媛一齊落機嘅時候，即係你全程都冇戴口罩嘅喎。咁亦都係，即係接觸嘅人都一樣，冇問題嘅喎。係啊，係啊，冇問題。咁啊，即係其實話俾人聽，其實係冇問題咯。即係譬如講嗱，好似你同我阿戴偉 Sir 都係咁健康嘅人，係冇問題咯。不過問題你要顧及下，有啲好多長期病患者同埋老人家，好多基礎疾病同埋好多細路仔，好多有先天性嘅病，嗰啲係危高危啊嘛。咁而家佢要重點保護依啲啊嘛，你明啊？而家嗱，習主席已經做個示範俾你聽，冇問題啊！嗱，我都冇問題啊。問題係嗰啲有問題啊嘛，所以咩叫有序開放咧？將所有人打曬依家疫苗啦，即係增效疫苗之後咧，有嗰個對抗個病毒嗰個能力高啲，係咪再慢慢一步步開放？其實都係好處嘅。有序開放呢一樣嘢，我覺得係最重要嘅。同埋而家嘅疫情，即係大家睇到，哇！你喺中國，哇！你而家每日有成過萬嘅感染，咁但係呢一個其實都冇乜嘢嘅啫。有病就睇醫生啦。過萬感染，過萬感染算咩啫？你諗下，中國十四億人口過萬感染，香港600-700多萬人口，我相信個而家佢公布個數字成四都唔止啊！戴偉 Sir， 係，我覺得係。咁你諗下啦，如果你成四，咁咪成20,000啦？你幾百萬人口幾萬一日，你同埋人哋14億人口幾千，算咩數啫？係嘛？呢啲其實造謠啫嘛，即係唔需要理會佢啦。我哋喺度生活得幾好啊，樣樣幾安全啊，一樣。有照去飲茶，照去神灣，照去做嘢，冇人理你。係啊，照去就進一步開放。嗰、啊、管控措施又快咗。而家嗰個管控嗰度係以每一日嚟公布噶嘛，即係今日、聽日，即係一日嚟計算噶嘛，唔係以前14日，所以慢慢可能就真係放寬。而家我睇過一篇嘢講，以後管控到係即係譬如講你依家人。有一個重狀咪就係封你依家咯，隔離都唔封噶啦。嚇！但係即係以後可能會做到，以後做到咁咯。嗱，如果咁啦，我哋又講啦，即係中國如果真係唔需要咁樣做嘅話，咁你可能感染咗新冠你都唔知嘅喎。你到時候你通街行，咁其實都冇乜嘢啦，係咪啊？即係變成一個真正嘅風土病嘅喎。如果咁樣。其實咧，我自己估啊，即係中國政府咧，一定係都係等世衛即係宣布今次個流行，即係個流行病大流行結束嘅啫。即係如果中國政府唔會自己私自宣布嘅，即係要尊重世衛嘅。我諗即係其實就依而家即係到一開始抗疫到而家，再如果打埋嗰個二價疫苗之後咧，離風土病不遠㗎啦。即係而家佢做法都係差唔多，等於而家就已經差唔多一半開放㗎啦，大衛 Sir。我都覺得係，我自己感受好深嘅。開放咗一半㗎啦，開放咗一半，開放咗一半㗎啦，係，仲有一半慢慢慢啲嚟。不過我諗應該都係個三幾個月內嘅事情啦，即係唔會拖得好耐。即係我當初嘅預測應該都有機會實現。我只是说应该有机会实现，不是一定有实现，一定会这样实现。你很快一家团聚的了。我期望啦，一家团聚真的嗱，其实是影响很大的，但是我们在内地生活的即是过去那段时间真的很安全。那我们看到20条的执行呢，即係各級嘅政府其實都喺度做緊嘢，咁當然有啲政府仲係非常之緊張，因為再擔心如果抗疫不力，其實烏沙難保嘛，我哋成日講。咁但係如果呢一刻我哋睇到即係整體上嗰個疫情同埋嗰個長新冠係對人嘅影響咧，就唔係咁大。譬如我哋睇翻 Omicron， 我最近有朋友 send 俾我資料，長新冠可能有成。即係4% 到嘅嗰個容易患上嘅嗰個機率，但係唔係話完全唔可以治癒嘅。咁所以嘅時候咧，咁對於國家醫療嚟講，最重要就唔係人命嘅傷亡。如果你患上長新冠，而又有服用到一啲真係即係應對到嘅藥物咧，就應該係可以解決長新冠嘅問題嘅。
咁我就相信國家係一路喺度做緊研究啦，就唔會話一步到位即刻去做。嗱，經濟建設就真係一步到位啦，但係有關人命嘅健康咧，嗱，中國共產黨永遠都係講嗰一句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餘嗰陣時就係為人民服務啊嘛。咁你人民嘅生命健康係最重要嘅，如果唔係咧，搞嚟做乜嘢啊？係咪先，李生？係。係啊，人命行先啊嘛，即係佢都話。經濟損失有幾多冇所謂，我要錢我冇咗揾得翻，但係人冇咗就永遠就揾唔翻噶啦。同埋咧，即係我覺得咧，即係而家特別香港啲醫生成日鼓吹個長新冠啊，點點點，即係佢哋係冇交出個指標。長新冠係有，但係邊啲係永久性嘅損害，即係唔可復原噶，同埋邊啲等於感冒之後可以，即係有啲嘅後遺症又可以復原嘅，咁佢冇交代呢個比例。呢、这個最緊要，你知唔知啊？即係譬如講，你4% 嘅人有長新冠，可能4% 人所有嘅症狀都唔能夠復原嘅，同埋你4% 人入邊可能得1% 人唔會復原，咁就唔同啦。所以好多時有陣時你香港出嚟講，即係嗰啲所謂專家出嚟講嘢咧，你應該而家係要揾啲流行病學專家出嚟講嘛，唔係揾啲臨床醫生出嚟講嘛，鄧先生。嗯。即係而家係抗疫，係對付傳染病個流行，喺定揾啲流行病學專家出嚟講先合理嘅。你要揾啲臨床醫生出嚟講咧，唔合理嘅。即係做指導啊，係唔合理嘅。流行病學即係喺抗疫抵抗流行嗰個傳染病係。是專門一門科學的流行病學嘛，即不是臨床醫治嘛，是兩碼事嚟噶嘛。嗯，流行病學是不同的，冇錯，冇錯。係啊，同埋你而家好似成日出嚟講嘢嗰個什麼袁國勇啊，佢只不過一個微生學家，即係微生物學家，即係點解咧？譬如好簡單，你患咗病，即係譬如講你係細菌、病毒、支原體、衣原體，咁佢只不過係同你揾到。因為你治病的原因，即個病嗰個病毒的種類，但係佢唔係流行病學專家嘛，你揾佢出嚟講係絕對唔合理噶嘛，冇錯，係兩回事嚟噶嘛。咁佢好啦，而家揾到啦，新冠肺炎係由新冠病毒引起個，揾到出嚟咪 OK 咯，咁咪唔再需要佢咯。咁我唔知佢點解一到黑要出嚟講咁多嘢。你刷存在感，所以我哋係請講。所以嗱，你睇咧，嗱，今次中國政府每一次出嚟講，即係關於新冠肺炎啊，即係而家嗰啲全部都係啲流行病學專家出嚟講嘅，即係嗰個疾控中心出嚟講，係唔會揾臨床醫生，甚至所謂病毒嗰個微生物學家出嚟講，係絕對唔會嘅。嗯、但你知唔知嗰個分別就喺嗰度咯？嗯，即係醫學裡面嘅細緻分別係嘛？你如果唔係嗰陣時，你可能分別好大，係分別好大。嗱，醫學上如果你去醫治嗰啲新冠病毒即係嗰啲感染嘅人，咪傳染病科咯，即係傳染病科醫生咯。但係你要揾佢個流行途徑，一定要揾流行病學專家點去切斷個傳播鏈，係流行病學專家做噶嘛？即係建模啊、分析啊，即係啊，但係問題你微生學家、微生物學家，你就係因為譬如講我得咗病，譬如我得咗感冒，咁我係咩邊類感冒病毒引起咧？咁啊，你咪同我揾個病毒出嚟咪得咯？咁啊，指點醫係醫生嘅事，唔係佢嘅事啦嘛。即係只要你揾到個病毒出嚟咪得咯，即係你個工作完成啦咁咯。嗯 ，OK， 明白。個分別好大㗎，分別好大。明白。所以嘅時候，我哋而家就最緊要嘅一個情況就係話，即係睇翻國家嘅成個策略點樣行法啦，同埋睇翻啲微言大義啦，係咪啊？觀察入微啲，大家見到即係而家大家都係非常之自由自在咁樣出去外面進行我哋嘅外交，咁有需要嘅時候喺室內裡面咧都係戴住口罩嘅，但喺室外嗰度咧就似乎咧就大家都係比較輕鬆啲。咁大家可以即係回想一下個情況係點樣啦，同埋我都係覺得有一件事，國家做每一件事咧，其實都係有理有據，同埋做足準備先至去進行嘅，就絕對唔係為咗
經濟的原因，所以就急於開放，這個不是成理由，但是的時候呢亦都會去體察民情，看看民間的需要在哪裡，但亦都不會是隨隨便便做出一樣決定，還有一樣東西大家需要理解的，會不會通關我們不是神仙我都不知道，是通不通關你要看看國家的策略，因為香港其實有很多朋友都是等了很久，我說真的我都等了很久，但對於我們小市民來說，我們不是想影響國家的國策，我們只是看到咦目前的情況是這樣，將一些現象解釋給大家聽，而根據一些現象呢就告訴、就是、各位觀眾聽，咦其實有這樣的機會，有這樣的可能，今次不是亂說的，是因為我們一看到，即係譬如好像大家那時期待二十大之後國家會有政策宣布，但等了一排冇，到11月11日前幾日咁樣先至係去作出呢一個宣布。咁到今日嘅時候咧，其實亦都有多嘅省市區域就已經係跟住國家嘅政策去放鬆嗰個防疫嘅管控噶啦。咁我琴晚去咗商場嗰度食飯，裡面嘅時候其實都係一樣，我哋都係要照樣掃碼啊，照樣去做嘅。但係我相信呢一件事咧，就會逐步放寬。之前11號嗰日，我哋其實去台山嗰度，我哋都去睇到，咦？台山係好嚴謹嘅，但係我相信即係距離不遠矣啊！大家樂觀啲，咁未來呢段日子裡面，我哋就想像下好似打咗一場第三次世界大戰咁啦，係咪啊，李生？係咪？係啊，係啊，係啊！但係我諗啊，即係我感覺到應該封關不遠㗎啦，應該係不遠㗎啦。即係你睇下國家領導人出訪，而家連口罩都唔戴，就已經知㗎啦。這個整體上係咁樣嘅，咁所以大家就期待啦嚇。同埋嘅時候，我哋都想個經濟越嚟越活絡。咁大家知道而家美資咧、外資咧就不斷湧入咗中國，係咪？咁呢個湧入嘅時候，我哋梗係要做好準備啦，係咪？你要迎接外資入嚟，更加多人員嘅流通。譬如今次習拜會都有傾啊，人員流通好重要噶嘛，係咪？你民間一定要係交往嘅中美之間嘅人民。咁呢一點，我相信亦都係每個人嘅期望。所以有很多端倪係顯示俾大家睇，我哋未來嘅方向係復常啊。復常咧就唔係一個負面嘅詞語。復常是一個非常之正常的，即係回復正常咁解，係咪啊，李生？係。係啊。嚇！復常其實係一個好正面嘅詞語嚟㗎，即係恢復正常啫嘛，即係恢復正常工作生活，甚至恢復正常通關，即係都係簡單叫做復常。係。其實冇咩大問題㗎。係啊。即係唔知點解啲人講講下變咗好似好負面咁。係。或者可能講得多啦，變咗又未通啦。咁變咗慢慢咪有一種厭惡感咯，講復常咯。係啊，同埋有一件事就係呢一個復常係因為我哋已經係可以話我哋守住咗，亦都進行咗一個抗疫嘅成功嘅戰役。呢一個復常係非常重要嘅，同埋你睇翻下我哋習近平主席二十大之前咧就出國，咁而家二十大之後又出國，仲唔止去一個地方添，係咪啊？跟住落去，其實即係我哋會睇到佢去中東啊，去世界任何地方啊，要出訪外訪啊。咁點解要做呢件事呢？重要啦，係嘛？2023年，我諗係我哋中國非常強勁增長嘅一年啦。嗱，呢一樣嘢我係絕對有信心嘅，係咪啊，李生？好，呢個肯定，啊，100%肯定嘅。嗱，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唔使做咁長啦，因為即係。我哋都了解到而家成個我哋國家嘅防疫嘅政策啦，未來嘅準備啦，同埋20條嘅執行情況，咁裡面一定會有啲小嘅紛亂同埋混亂嘅，因為我哋講過冇完美噶嘛，係咪啊？每一個國家嘅民主制度冇完美嘅，係李生，係請講。人，我始終講句，成日同啲朋友講，人係始終係人啊嘛，會有情緒噶嘛。即係人係會隨著個情緒會產生好多個思想波動啦，做啲好有時可能會做啲平時唔會做個舉動啊嘛，所以啲絕對唔係問題㗎。喺外國都係啦，好多人都會失態啊，好多嘢啦。咁
即係譬如講，當你個地方你話隔離會有人感染喎，突然間要封控你幾日，咁你有時可能都唔開心啦。咁啊，即係其實冇問題，即係好多時係俾人哋放大咗，咁嚟做攞嚟做宣傳嘅啫。其實冇咩問題嘅，即係中國人其實冷靜咗之後，其實係大家都會服從嘅。係，呢、這個絕對同意啊！所以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唔好阻李生咁耐啦。咁啊，感謝李生，好嘛？我哋下一集真實中國再同大家見面。OK，拜拜多位，好，多謝李生。拜嗯，拜拜。拜拜，拜拜。